冷，我们这里天天下雨，现在天天下雨，也很冷，还是又穿上很厚的衣服了。对，对，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最近犹他州的那个 COVID 好不好？那个疫情？什么？就那个 coronavirus COVID。哦 ，COVID。对，严重吗？严重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严重 serious。在医院。很不好。哦，也不好。可是现在进步。对，我们这里也一样，就最近，很多很多人，你有吗？我没有。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有的话就不能上课了。好，你也小心一点哦，不要 对不要到人多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次课学的哈，我们这个 driver 是读什么啊？这个我忘记哦，这个哦，司机啊，或者叫师傅，对吧？师傅，对吧？师傅或者叫司机 ，driver， 司机啊，司机，对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词语你读一下，这个词语。亲戚。对，亲戚。亲戚啊，这个呢，愉快。对，愉快啊。对了哈，这个小偷对吧？一个是人字旁，一个是 mood 心情，兽心旁，不一样啊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 remind。Recall， 回忆，对，回忆，好，这个是一件衣服的件，对吧？一件衣服，对，一条路，条，好，这个呢 ，even， 这个是你，对，这个，对，甚至，甚至，这个。甚至，对呀，这个甚至啊，甚至性格都不好啊，对吧？还有这个 change to change， 这个是又忘了，一个星期忘了，这个是改变，改变，对，格外改变了。改变。对，这个呢，这个词语。休息，休息。对，我休息一下啊，太累了，对吧？休息一下。好。我们再看一下啊。这个词语呢？这个词语。理解。对，理解啊，理解。Understand， 不同的理解，好，还有这个呢，这个要一定要学会，这个是，不要钱的，烟，摸烟面，免，免费，免费哦，对，免费。这个是免费的啊，不要钱的啊，免费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啊，再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还没有学完啊，比如说这个词语，这个是读什么呀？缺少。缺少，缺点，对吧？还有，这个呢？因此，这个到处，
anyway，到处，随地对。到处啊，好，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，我读前面，你读后面啊，好。那草绿了，那是生命的颜色；花开了，那是大自然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词没有。啊，生活中呢不缺少美，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。只要有心，生活中美呢到处都是啊，很多啊，到处都是。生活的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太多。态度要自己选择。因此呢，遇到烦恼时，那你来。你应该想一些办法。办法，对的，办法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做出来。对，这个是，room，窗外，哦，窗外，对，这个窗户窗 window，外，窗外，哦，窗外是什么样子？我们，这个字是，无。哎，对，无，呵呵，无，无法，我们刚学啦，哦，是me no 是，change 对吧？是，这个，哎，第二个字，这个是什么字呢？这个，这个是，忘了。这两个字都忘了，歌矮改，改改改，哦，改变，改改呢，这个是变，change，对，改变。变变变，改变啊，我们记住但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，这个是 to choose，对呀，是读。全。哎，对对对，选，然后这个，选择哦，对，选择对，选择也哦，在那个window 啊，window 窗户，哦，窗户，对对对，窗户，关着一个门，这一个这个字是，能什对，么？对对对，能够，能够对，带给我们快乐的窗户，这样才能光对生活的态度。管理生活的态度好，那这个够的话呢是什么？Enough 的意思这个能够是 be able 这个够比如说我吃够了，吃饱了，enough 的意思对，这个能够的话是 be able 是吧？be able to do something 好，再看一下这个词很重要，这个词往往。对，有点厉害。你晚晚几点睡觉啊？哎，你一般几点睡觉啊？10点半。10点半，10点半。那你现在的话是8点，对吧？8点10点半，还早，还早，好，这个，positive。积极。积极，对的，积极。还有这个呢？特点。特点，特点。这个拼，这个英文很难，characteristic。Characteristic。我这个还有很长很长的英文单词，对吧？太难了。这个我还是我先来哈，那科学研究证明，
女孩子呢，对衣服的颜色的选择啊，这个是，选择啊，往往呢与她们性格有关。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，性格比较阳光。哎，你一般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黑色。啊，黑色啊，我看一下啊，黑色，真的吗？这个吗？哎，好像不对啊。黑色，哦，黑色，穿白色容易不干净，对吧？对，很容易脏，dirty。黑色的话就 就不会，好，是的，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是他们共同特点。而喜欢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子呢，性格就比较浪漫啊。好，到你了。因此也会，就是没上，不是，颜色也会影响，对，影响，对的。影响对。是 experience，no，影响英文是，是什么影响。experience？experience，no，那个是那个，effect，to effect，哦，对，影响，influence，影响哦，，influence，对不起，好。influence，对，人的心情，不同的颜色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情，变化。红色让人变得热情，黄色和白色让人心情，哎，呵呵，我们上九个学了啊？什么什么？你再说一下。Sorry，光开，快，愉快，呵呵，愉快，对，愉快，愉愉快，快。愉快，对了，心情愉快，happy 黑色，我不知道，什么 run。颜色雀雀雀雀，but yet Tre 雀雀Tre 容易对，容易，对的，是容容易易，让人更感到，感到感到 feel 对不对？感到什么行伤心，伤心也是难看过，sad，不开心的意哦。思，伤心，对。人那们个，在看到蓝色是会觉得很沙发，沙发，呵呵，沙发，变不得对，安，哎，这个 be quiet 是安，哎，这个是安静，静。停下来，绿色让我们的眼睛很。多，休息。对，休息，哎，对，记住了，这个是舒服啊，comfortable，舒服。服，舒服，舒服，很舒服啊，不舒服啊，伤心 sad，还有难过，对吧？难过也是 sad，很难过，不开心。伤的话是 to hurt，对吧？伤，伤，对，hurt，伤害，还有那个伤口 wound，对吧？好，那下一个哈，好，这个因此 therefore，对吧？therefore，这个你再读一下这个词语啊，我们上次学过。性格。是记住了哈，我们上课还是有用的哈，对，格啊，对，性格，这个呢，选择。选择，对，yes，好，再看一下，
这个是读什么呀？这个词语，刚刚哎，不对，公公生哎，对，往往，对对对，王刚，对对对，往往190，哎，往那里看，对吧？往，你往这里走，towards，啊，towards，啊，这个往往是190啊，这个是刚，刚刚啊，不一样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给你一个，哦，你刚才说的那个，这个，这个是 experience，对，这是 对，那是，经验。哎，对对对，经验啊，经验啊，好，再给你一个难的，这个难一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我应该，不知道，这太难了。这个也难哈，这个难一点，这个很难，熟悉。对，熟悉，be familiar with，be familiar with，熟悉。对啊，比如说对什么什么什么熟悉啊，familiar with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个我们不看了。下一个。这个啊，比如说，第一个呵呵我们今天学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再试啊，对对对，伤心，对了，哎，你看到我房间有不一样吗？我的房间买了一个新的收架。买了一个新的书架，你看，噔噔，这个书架，对，我又买了很多的 novel 小说，对。我这个词，发工。这个第一个字是。啊，放松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放松，relaxed，对吧？放松，对，第三个呢？只有。只要，对的，还有这个，GG。积极啊，可以啊，这个都对的，最后一个，证明。哎呀，都对的，厉害哈。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词语，这个的话呢是 happiness，对吧？这个要记住，我写一下幸福。啊。对对对，幸福你是很幸福的。对，你爸爸很好，妈妈很好，还有一个哥哥，对吧？对。对，you are happy。可是我的哥哥不喜欢我。是吗？对呀，这样的吗？对。哎，对，如果我有一个妹妹，我会很喜欢呢。对，我有个姐姐就更好了。但我也不喜欢我弟弟。好，再看一下哈，这个词语，谁专心，我不知道。呀？你这个是伤心，这个是耐心，be patient。没事。对呢，爱奶奶奶，耐心，be patient，耐心的工作，对吧？好，这个，愉快。对，这个。已经会了，这个是，多歪。这两个字都不对，这个 why 字是这样写的哦，这个 why，
Doling。到处，这个是处。到处。它这个，这样的，这个是处，这个是外，它是分开的，这个外是分开的，这个是到啊，你到哪里了？到是 alive，你到了吗？这个到，对。到处是 anywhere，到处，这个我到处这个垃圾到处都是，对吧？到处都是垃圾，everywhere，好，这个要记一下啊，比如说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句子，你的东西怎么乱放啊，也是，不让放呢？put anywhere mess，快去打一这个，下。打扫一下，对，打扫一下，打 sweep 对吧？打扫一下，你这个应该选哪个？选三对吧？选三这个，到处。对，到哎，处。你放到 anywhere 乱放 mess，要打扫一下，就这个用的，还有这个第四个词语，缺少。对，缺少，这个呢？八声。哎，对，OK，我们练一下这个，这个第八个句子，你试一下。不管。不管，这个是遇到对吧？遇到，对，遇不到管come，遇到，对，come close，什么问题，这么，事情都不要，这是都不要着急。遭着着急，急。对，着急，don't be worried, don't be anxious，对吧？着急，对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然后 happen 事情的话是 happen，是发生，对吧？发生，这个，对，发生。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要什么着急啊。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，你今天的面试怎么样？interview，经理说要认真的考虑一下，别让我着急，着急什么什么什么等消息，应该选哪一个？学快，愉快，愉快，对，愉愉快。快，不是愉快，Rope。等 await the message。Wait the notification. Wait for. 应一，该这个耐心 patient，耐心的，对，耐心的，一，是的，他一，对，好，这是我们上次学的哈，我们来学新的一课，再看一下。第一个词语，这个词语我们刚才学了，轻松，对，轻松，我们刚才学的那个放松，对吧？一样的，放松，A，A，放松，不是 A，relaxed，relaxed，relax，哦，是 B。对，B，放，轻松的，放松的，都一样好，这个呢？篮球是B。对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，对吧？对，最喜欢的这个呢？多加是 F，对，或作者家，是 E，对，作家是 F，对，对，这个呢？勇敢，E。勇敢是，等一下，wait，C。这个 brave，C，对，下面是什么？
很危险，dangerous，所以勇敢。对应该是 A。对，A。哦，你家，哦，你家有狗？啊，我们有两个。哦，对，你跟我说过你家有两条狗。对。是大的狗吗？很大的，还是小的？我们有一个大的，一点小一点啊，小大。一点的太幸福了！你家的狗狗也很幸福。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cookies 和那个biscuit 对吧？biscuit right？那个 English。Biscuit，biscuit 啊，biscuit 对吧？这样的对吗？对，它一样吗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我不知道会是不一样的吗？哪个是cookie 是这个吗？还全是是 biscuits。biscuit？那我等会去look up the dictionary。太难了太难了，这个是爱迪 生对吧？ID 等E。对，好，biscuit cookies 不一样好，这个 lucky good 不是 lucky，运气好。对，运气好，然后你运气好，还有这个呢 improve。有进步。对，有进步的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难一点，这个，rhetoric question，难道？对，难道，难道，难道你不减肥了吗？就是，反问的，你要减肥嘛，对吧？难道不减肥了吗？还有这个词语，persisting，这个是读什么？那个是，坚持对吧？坚持。听不到你了。你声音 mute 了。可以了。一不小心，对吧？这个是坚持坚持。还有那个support 支持支持，对 support 支持，那个一支笔的支，对吧？我上次我们学过。好，来再看一下这个呢，放弃。对，放弃我放弃不学了。对，这个呢？你有什么注意。对主意你有什么主意你有什么方法办法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我下。上注意是 pay attention to。它那个是注这个哦。注，对，它有三点水，有这个，它哦。是注然后是注足主意。就是主意看一下这个音调的话，猪猪猪，但是这个 tone change second tone，主意，对，猪猪猪主意，主意哈 second，好，你是王静，你先来，怎么要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？谁是男？这是谁？难道，难道，难道你不顾我？不，这个是，lose weight, cut weight，减肥，减肥了。对，减肥了，减，这个是难道它是在rhetorical question 里面，然后这个谁的话是这个偏旁，那这个是谁？你是谁呀？
对啊，这个谁，它是这样的，哦，又对。的话是男，对，男，减肥啊，这个啊，你爸爸应该减肥了，你让你爸爸减肥啊，他真的很胖，对吧？他是很胖，对，我上次看到他的肚子，对，他肚子很大，对，很肥，减了一个月都没瘦下来啊！我实在没有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伤心，么？信心啊，信信心，心，对，心性啊，信心，心性啊，信息啊。好，再看一下如果你想，哦，你这想，是减，对，减肥。减肥，对，减肥，就得。少吃东西，对，少而吃点，且要多运动。对，多运动，我就是这么做的，但是一个月下来，我只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多少嘛？就是那个。行，哎，对，轻，厉害行。对，轻，还有重，对吧？重，heavy，重，轻和重，到你了，好，一个月才什么太短，短？对，short in length，对吧？对对，短，对，短蛮短，短，要想减肥成减肥成功，成功对的，成功。对功功真成功的，success，帮你，真的坚持，才会慢慢有，如果结果效果，效果对吧？效果，效果。哎呀，我跟你上课，我就会发现我的眼睛特别小。对，我很久没看到你的大眼睛了。我的眼睛就是一条缝。那你是这样的，你是这样对，玩得的，很你的眼睛大。很大很好，很漂亮。我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，但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。这些饼干和巧克力就送给你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篇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读一下这个词语，国籍，国际的，刚才那个轻对吧？轻轻松，松。对，轻松的，它还有那个 effortless 这个意思，就是很容易。很容易，学比如说轻松学汉语，对吧？对，effortless learn Chinese 这个词，in 赢啊赢赢，还有那个是loss 这个字，这个字还有这个车，就是说输啊，对，输，输，可以啊。输了，我输了，还有那个偷，对吧？偷，还有那个鱼都一样的。Oh my gosh，偷。对，偷输愉快的鱼，happy。好，这个呢，gather，或者随 random，便，对，随便。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还有这个呢，好，对。好，等会我们再学这个"通"。这个"通"过很多意思啊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，我是张静啊，你是张远，李静你网球打得真好，还得过这么多国际大奖。每次看你比赛，感觉你轻轻松松就赢了。
哪里呀？哪里呀？那是你，没看到我，看到我，辛苦，对对对，辛苦，对，辛苦，辛苦什么什么？练哎，习，对，练习，对对，练 practice 练习习。的一面没有让，随随便便就能成，成功，功的。对，没有随随便便就成功了，随随便便就成功就很容易啊，没有人随随便便，没有人那么容易成功，我从小也对网球感兴趣，但是，哎，这个你读一下这个，感兴趣。对对对，但是呢，到现在还是打得不怎么样啊，不好，不怎么样。你知道吗？我关，这我不管，这个是，哎呀，这个 C 4 春 season，莎，对对对，春莎，4 season，晴冬。对，秋E O U，哦，秋秋，秋，对，对秋。，sorry，秋我，冬，那个字一样吗？哦，这个字一样到吗？这个，对，是，哦，连对，秋在练琴。从来没有，休息过一天。对啦，这个真是不容易看来我只看到你成功时获得的鲜花，却没有注意到你成功前留下的汗水，汗水，好，可以。我不知道这个。这个是任何 long any success 任何对，，OK，成功，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多，只要你。你，只要哦，你，这是，坚持，哦，这是，对，persistence 连坚持题，nice，是，我们。这个是，believe，这个字是，哎呀，对，想个，相信，相信，哦，相信，believe，相信，你也会，越大越好的，对对对，yes，坚持练习，对吧？坚持练习，好，我们坚持练习说话，汉语就越来越好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个词语还是在谈，当时，对，当时啊，当时，当时我很有钱，对吧？但现在没有钱了，是的，这个词呢，理想。对，乐于理想理想，它也是3个3个，它就变成了理想。对吧？理想，对，这个 rising, falling, rising pitch 这个，但是如果理想就不好了，所以它 change second 理想好，再看一下你是小林，你还是在。会觉得记值，得，对嘞，对的，对的，记得，网红吗？
我在读。我在，那个是 newspaper，报纸。我报纸上对。看高一，高一。偏，这个偏，牵对，手他的新闻，他现在经验而情，已经对。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。作家了啊，这个篇的话呢，它是 major word for article paper 啊，一篇啊，对，报纸上看到一篇他的新闻啊。好，听说他毕业后放弃了律师的工作，开始专门写小说，我很喜欢。哎，我以后 try to write novel 啊，我。这个都是我的小说 novel，我在 learn how to write a novel。对，这个啊，没想到呢，他竟然成功了。但是他的父母和这个是relatives 亲戚，亲戚，对，亲戚亲。都不服气他，可是我忘记这个字了。这个这两个字刚才学了这两个这个是支对吧？也是，支持这个是坚持，坚，坚支。持自己的选择。现在等于我为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对，是正确的好，OK，这个有点难坚持支持坚持好。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，放弃一些东西也是值得的。一个人自由两自由，不可能的，得多所有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有时候放弃放弃，对。是一种聪明的选择。对，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，这个没有错，是啊，只有学会放弃才能把自己的能力用到最该做的事情上，最后呢，获得成功获得成功获，这个是获得对吧？To get。啊，不对，获得成功好，这个这里的话就是一个亲戚，对吧？偏，叫个亲戚亲戚 relatives 亲戚我有一个问题，比如说，你们叫你们的 uncle aunt 叔叔阿姨。你们是叫他们的名字对吗？对，你们叫他名字，对，我们要叫叔叔阿姨，我们不能叫名字，这个不一样。你的爷爷奶奶叫他什么？也是，爷爷奶奶叫爷爷奶奶，你们也叫名字吗？我的爸爸的爸爸和妈妈，我们叫他们 grandma 和 grandpa。Yes，Yes。可是我的妈妈的妈妈和爸爸，我们叫他们咪咪和爸爸。但是 relatives 就是叫他们名字，对吧？
对。哦，对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们叫叔叔阿姨，对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叫他名字的话不礼貌，not polite，对，你叫他叔叔阿姨就是 show respect，对，那 不一样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名字的，我们不知道的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任何哈，任何。任何，然后这个是秋，对吧？秋天的秋，对，秋，对，这个是辛work hard 苦，辛苦的，还有这个主意和注意，对吧？注意，对，和注意 pay attention，对，还有这个是难道难 difficult 对，难，难。还有谁是这样写的？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好，谢谢。明天我们会早一点，对吧？我们早半个小时，OK，明天见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